包含陈先生吗？我是武林公司李经理。李经理你好。不好意思，现在已经是星期五快下班了，但我有一批非常急的橡胶气胎，一定要在明天完成报关提货，要不然星期天不能如期交货，我们总经理肯定会找我算账的。李经理你别担心，现在海关不但通关非常迅速，连礼拜六都有人服务，所以只要备妥相关文件，礼拜六提货一定没有问题。真的太好了。李经理，麻烦你把提货单、商业发票、Parking List 传真过来，我立刻为您办理电子报关，待会回您电话。好，谢谢你。李经理，还好你们公司在这批货物进口前已经向海关申请税则预先审核，确定了货物的税则与税率，并且已经取得必要的审核文件。现在电子报关系统将你的货物列为 C3X 的通关方式。也就是要做货柜 X 光移检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礼拜六的提货时间我再跟您确认，谢谢。谢谢你帮忙。好，拜拜。